话题，出来不？出来开始。不要用头，不用头，不要搂抱，吸只有一次，不要主动意识，好吧？我喊停的时候要停。好，来，帮着。好，现在为大家呈现的就是2020超级新人王60公斤级金腰带争夺的半决赛了。按照我们的赛制规则，由 A 组的第一赵博士对阵 B 组第二的赵江峰。是。两个人在刚刚走进擂台的那一刻还互相谦让了一下。是。哎，小组第一，你赵博士先进去。比赛过程当中我估计谁都不会让谁了，因为牵扯到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对，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很关键，然后对于二位、然后谁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又离这条金腰带又更进一步了。其实这条金腰带就在我的身旁，谁能够最后加冕这条新人王的金腰带呢？60公斤级金腰带的争夺，每一场比赛我觉得都非常的惨烈。对，两位种子选手薛琛镇和李元坤啊，都纷纷落败，惨灭。所以可以说，这个60公斤级的争夺是一个这个大型翻车现场。对，谁都没有想到，最终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是这四位是新人：赵博士、赵江峰，还有另外两位选手是杨明和金虎。是啊。好，红方选手赵博士，蓝方选手赵江峰，直接上步的一个勾拳。嗯，听到响声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赵博士是左势，对，啊，赵江峰是右架，就很多运动员在面对这个左势选手的时候会有些不适应，会有些不适应，尤其是对于这个后肢拳的反应。嗯，好，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赵江峰其实对于赵博士的这个拳法的反应就是有一点点跟不上。嗯，非常的重啊，打到后脑了，这个时候要适应一下。啊，裁判没有理会，继续开始比赛。因为我们裁判也是他在时刻关注着场上的这个场上发生的一些情况的。所以说裁判的眼镜是造就了这个火眼金睛，是啊，场上的任何一点细节他都能观察到。哎，今天这个赵博士用的这一套战术还是对的，就是步步紧逼压制对方去打这场比赛，因为他知道赵江峰的这个启动和这个中远距离比较好，是，所以，好的，这个，时差掌握的特别好，就是在赵博士踢腿的一瞬间，然后勾他的这个支撑腿。嗯。哎，不要抱着不动。压到拐角了，还有寒暄十秒了，连续的到，好，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对，就是能够感觉到今天的这个赵博士他用的这个步步紧逼压迫式的打法还是相对奏效了。然后在第一回合赵江峰稍微有一些些不适应，尤其是在被对方压制挤到拳脚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稍微有一些慌乱。看一下回放。对，我们看看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他的这个教练，也就是边茂富世界冠军，给他制定怎样的下一局的战术。60公斤级金腰带的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好，要做什么？有一个虚晃的动作。对，刚刚我们也说，今天两人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红方选手赵博士由他的哥哥赵战士陪着一起来助阵。对，他的赵战士也参加了60公斤级金腰带的争夺，在这个小组循环赛当中，对，被淘汰了。蓝方选手赵江峰啊，由他的这个师傅边茂富来做指导。好，第二回合果然的这个赵江峰做了一定的这个战术的调整。好的，千百拳又命中了。赵江峰和
赵博士来讲呢，身高上赵江峰是有优势的。赵江峰身高1.77米，臂展1.76米。赵博士的身高1.67米，臂展是1.67米。所以今天这个赵博士还是要挤进去打。嗯，可能大家有疑问说，赵博士这个身上为什么会穿衣服啊？嗯，这个我们的赛事的规定，也就是这个身上有这个纹身的选手必须要给他遮挡住。嗯，那么不行的话就是要穿衣服遮挡住。嗯，哦呦好，到这个扫腿，如果有慢镜可以看一下，其实是扫到了。哎呦好，前摆拳，打得很响，大家听到这个响声，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力量有多大。赵博士在整个循环赛当中给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是这种拼打精神特别强，尤其是在第二轮他和李元坤的对抗当中，李元坤对他的持续的低扫腿啊，他完全是凭着这个意志坚持下来的。对，首先是意志力比较顽强啊，第二个就是拼打的意识是非常的强烈。嗯，这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赵江峰有这个拳法，有击中赵博士的这个躯干和头部，但是这个效果可能稍微差一些。好，又击中了。啊，两个人拼拳的时候，这个时候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赵江峰力量上面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嗯，对，击腹。哎呦的，被击腹了。被击腹了。啊，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赵阳峰似乎有一些累了啊。他今天就给我们感觉不那么的灵活。对，不这么灵活，有点累了。对，嗯。对对对。啊，再说这个赵博士发现了对方的腹部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可能连续的进攻。最后10秒了。这场比赛就决定着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对，第二局呢也还能够感觉到赵江峰被这个赵博士压制的很难受。对，尤其是在被连续的击腹了以后，他的这个躯干感觉到稍微有一点反应了。嗯，对。而且今天整个从步伐上还有他的反应上没有那么灵活。哎，对，你的这个兴奋度好像没有提升。对。哦，这是一个正蹬腿的堵击，击腹，再次击腹。回合的比赛了啊，就是关键的一回合，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对，离这个金腰带更进一步。是，嗯。好，红方选手赵博士，蓝方选手赵江峰。这真是两位赵家好儿郎。是啊。你看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哦呦，这个是，赵博士来了个小龙探龙，大龙摆尾。可以。这个被正蹬腿堵到了。赵江峰今天体能上的问题比较大。是。好，又是霍子拳猜中了。哦呦，好好，这个明显能够感觉到是踢到裆部了嘛，这个特别声音特别响。对，其实赵江峰可以去这个借鉴一下，就是上一场比赛，就赵博士被那个低扫腿的，对，那个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但估计这机会不太好找。对。这时候稍微有点被动了。对。冲他！冲他！好，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边茂富，也就是赵江峰的教练在底下喊要抽他。也就是说，让他哎，要他低扫腿。好，这个时候腿有反应了，能够感觉到。哎呦，这是重心丢了啊！反击，小王，后进，好，看，提膝防守了。这个时候，好了，后进，
好，有反应了，来了后置拳，你看这个蓝方赵江峰，他持续他的这个扫腿的时候，实际上赵博士也没有办法进去。是。好，加油！还要做这样的一个低扫动作。这个时候体能，两个人的体能到了极限了。加江峰，好，放。又是低扫，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赵博士的他的这个。有了一些这个疼痛的感觉啊。嗯。好，现在赵江峰卯着一股劲要踢这个低扫腿啊。啊，这个带出来动作是不允许的啊。哇，已经是第二次的提示了，再出现一次的话就会扣分了。到到。好，又被堵倒了吗？两位都要再坚持，继续加油了。看一看谁能够进到。决赛呢，然后最后十秒啊，这个回合能够感觉到赵江峰用这样的一个低扫腿的战术用得非常的好。好，全场比赛结束。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体能的支撑的话，你的教练团队再给你做指令，你也没有能力去完成。还是要看自己平时在训练当中的这种积累，体能的积累。对，其实说实话，两位今天这个半决赛的表现，我感觉没有在第三轮的时候，可能就是争这个晋级名额，就是表现的这个比赛那么的激烈，而且两个人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兴奋，就是对于胜利的这种渴望还差那么一点点感觉。刚才啊，我一直在观察，不光是看比赛，双方一边是赵江峰的师父，世界散打冠军边茂富，那一声又一声的对于赵江峰的指导，还有一方是赵博士的亲哥哥，双胞胎的亲哥哥在擂台边上对于他的这份鼓励。好了，我们现在首场比赛结果会是谁？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9，二号裁判28比29，三号裁判28比29。比赛结果，蓝